代志，啊！因爸母若知影，一定足伤心的啊！恁真正误会阮啊！从头到尾，我甲伊拢是朋友尔。你们两个骗子，说什么我都不会相信。你们现在就是要逼死我啊！小丽，我甲项羽应该较早发现小丽想要做个戆代志的。项羽讲哦，你拢联络袂着伊啦。啊，即摆上较重要诶，是爱通知小丽因爸母一声。阿英啊，啊，你敢知影要哪联络因厝内人？我嘛是迄阵才知影，小丽是家己伫台湾读书诶。哈，啊，爸母拢伫咧国外，啊，伊家己一个人，毋但拢无人关心。啊，敢有其他诶同学哦，甲伊较好诶？啊，知影讲因兜伫倒？或者是知影讲哦，要哪联络因爸母无？无，我来问看卖啊。哦。好啦好啦，哎，斌啊，卖赶紧哦，啊，你问看卖就好啦。雄哥，哎，项羽哦，身上迄支箭也无紧背掉哦，唔知还佫偌济麻烦呢。因那日接驾迄天，你也伫现场滴。啊！甲王爷有指示讲哦，既然已经到啊，好啦好啦，我来去甲王爷求啦吼。哦，迄龙爪哦，甲恁的后生去占钱哦，甲拨掉啦啊。雄哥，多谢你了。是啊，甲多谢先。但这个囡仔我嘛是虽然看伊较大，我嘛希望伊平平安安啊。查你讲，你甲回来这个命哦，好啦，连记都记袂掉。我有问过来的同学，不过因拢唔知，我嘛有请老师到问一下。雄哥，我看哦，还是赶紧请王爷处理项羽的代志，那无吼，伊伤人又伤己呢。无啦，阿姐，项羽绝对无伤害任何人的意思啦，是小丽家己介意项羽，啊，迄阵的发生车祸嘛是小丽甲项羽告白。啊！项羽甲小丽拒绝，啊！但是小丽佫甲项羽佮伫遐扭扭拉拉，啊！小丽家己跋伫路个，才会互车弄着啦。啊！项羽奈拢唔讲啦，哎，我一直甲误会。我想伊应该是想要留面子互小丽啦。若毋是小丽误会我佮项羽个关系，佮讲白贼骗大家伊个脚袂好，项羽也袂甲小丽赶走啊。啊！小丽这个囡仔。原本就好好，安奈变安尼啊？伊应该是想喜欢项羽啊，才会伫网络顶关讲项羽甲伊放杀，搁逼伊堕胎。哦，即卖少年人的感情哪会遮复杂啊？小丽哦，若是唔愿意放手，即件代志真歹处理。喂
阿英啊，啊，我咧上过家啦，我等下就转去。哎呦，啊，代志哪会母甲安尼啦哈？啊，我要来看小丽啦，我来陪伊找伊吼，我来甲苦劝啦。啊，伊进前小丽吼住伫咱家啊，啊吼，甲我嘛真亲啦，我讲的话吼一定会听的啦。阿母啊，即马有较晚，明仔载我再陪你去啦。啊，有项羽在陪小丽，啊，我嘛交交代啊。那有什么代志哦，就随时打电话转来，你别烦恼了。唉，这个小丽哦，平常时看伊都安尼乖乖啊，啊，这么温顺啊，哎呦，啊，他会安尼这冲动，啊，做这种戆代志啦。小丽对项羽有意思，啊，不过项羽哦，家己绝，啊，伊无法度接受哦，才会安尼伤害家己啦。唉，还是讲哦，搁较安怎吼？啊嘛，无应该讲伤害咱家己的身躯啊，安尼是唔对的啦。啊，咱这身躯吼是咱爸母给咱的呢。唉，啊，项羽嘞哈，啊，发生这种代志，你嘛爱甲关心一下啊。有啦，项羽无代志啦。哦，这个小丽吼，是不是你哦无正常啊？就参照迄电视吼，安尼迄种双重人格，迄平常时拢足乖巧的，生气的时阵哦，敢若完全变一个人。唔来伤害家己，还佫会伤害别人。什么双重人格？你也唔捌哦，你就莫听黑白讲好无？咱真正哦，互小丽外表骗去啊啦，迄看起哦，这么有家教，像知影这么恐怖。我嘛咧想讲，小丽佮项羽真合，啊是讲因可能偷偷咧交往。阿嫂，你比我较含。当初小好代志哦。咱拢怪唔着人啊！什么意思？事实是哦，小丽和项羽拒绝了后，啊，甲项羽在路的 QQ 六六，啊，无说你才发生车祸的。啊，伊惊小丽无面子，所以才无讲。哦，原来项羽讲要负责任是这个意思哦，我拢唔知。斌啊，啊，他即摆小丽吼，伊受伤倒伫咧病院吼，这是事实的哈。啊，发生这种代志吼，啊，看要安怎，你嘛爱拍算一下啊。有啦，我知啦。我甲波英哦，会斗三工照顾小丽啦。啊，嘛会找机会哦，开破给伊听，希望哦，伊当看较开的。阿英啊，哎、欸，你是要病院哦？哎呀、啊，我传一个物件要给小丽的。哎、欸，啊，你嘛要去哦、喔？嗯，啊，我才要问你哦、喔，要准备啥呢？哎呦，你最近为着要装钱，无闲到无眠无日，你就伫厝内底好好休困，啊，病院我去就好啊。我袂忝啦，啊，厝内哦交予你照顾，啊，外口的代志哦，就交予我去处理就好啊。当初就是因为我感觉讲项羽甲小丽真合，我希望伊能做伙，才有小丽误会，还做这种戆代志。这样吼、哦，是小丽个性的问题啦。啊，虽然安尼讲吼，听起来真无情，啊，不过吼，这都是事实啦。有个人的个性吼、哦，都、就是较极端啦，啊，家己得袂到吼，嘛无想要看到别人好啦。我即马讲这也无效啦。上个重要的是吼，咱来帮助项羽，紧把这个问题解决了。嗯。好啦，啊你留在厝诶，替我照顾阿母。哎，你才好照顾你的身体才对啦。项羽的脾气较硬啦，啊，我会甲伊看调的，我才会放心。啊，你甲项羽拢是查甫的，照顾小丽一个查甫囡仔，安尼无方便啦。啊，明仔透早你搁爱起来准备早顿，爱较早休困的啊。啊！项羽发生这么大代志，我哪睏得起啊？无哦，咱做伙来去啦。哦，哎，啊，病院哦，冷气较冷，你过去哦，掀一领薄被，头仔给项羽盖。嗯，好。
啊，这上小对我来讲真正是无二天书呢。我是不是该请一个人斗三工？老师，啊，你回来关你房间，人无爽快哦。你在创啥？我这算成本啊。啊，你是要算到当时？可能要十年以后。来，我来。先生，哎呦，我拄仔甲新同去运动，我听到人甲我讲，你互带去派出所呢？啊，是啥物代志哈？心足严重个哈！啊，若无是安尼，爱带转去问话。哎呦，我竟然毋知影这件代志，你啥无甲我讲呐？一切拢是误会啦，阮师拢甲警察大人解释清楚啊啦。我无咧问你啦。是发生啥物代志哈？敢是足要紧个哈？你现在着急要怎啊？我关心你啊！我一听到我就随冲转来，我就是想要问你讲，敢有啥物所在需要斗相共的？放心啦，误会拢解释清楚啊，嘛有证据会当证明，我毋是因要找人。啊，无代志就好啊。是讲哦，我感觉哦，你应该去找王爷，看是毋是爱再改一下。你一定就是因为运气无好，才拄着这种代志啊。我咧甲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啦？有啦。啊，你是要去无？会啦。哇，一个查某人，若是这么烦恼一个查甫人哦，就表示有家己藏伫个心肝底咧介意呢。哇，啊，那安尼仙姑找你，是毋是嘛？表示讲伊咧介意你啊？哦，千万不可！我甲伊是伫咧无同的世界，我是搁攀袂起。仙姑，拜托你卖搁来啊！莲花子，安尼就甲你的嘴塌起来，莫讲一寡五四三啊！你搁好好问一句就好啊。神童即摆心情敢有较好？你敢有听过人鬼殊途哈？你甲伊哦，是伫个无同的世界，人都已经发好人卡给你啊，你免少想啦。哼，什么人鬼殊途？我唔是鬼，我是神，我仙姑呢。你花子，你卖过来啊！好啦，不要紧，好人卡就代表我以后也是有机会啦。嗯，拢你家己咧想的啦，你哦还是把你家己的身体顾好较要紧啦。啊，既然你无代志，无我就先来等。仙姑，再见。拜。师爷，敢真正无代志啊？我知啦，啊，迄个彭水龙哦，较早伫恁师内是做代表，即摆咧做立委啦，你去找伊。是毋是为着阿伯因老爸的代志啊？啊，是毋是无甲代志处理好，我你甲处理啊？我着知啊，你啊着使咧去看偷看姚哥啦，一声伊再死啊！以后若是我讲着使咧去看，你着甲我随搬走。我使，哎，别激动啦，巡逻啦。我等来进城还袂算好，你嘛随搬走。这不使。要紧哦，这边哪有可能啊哦！我来采，我这。阿姨呐，你哪会来？我想讲，小丽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应该来关心一下。哦，你还考虑清楚，伊这么误会你，像张相宇，一定对你足万分的。啊，你好意要来关心伊，敢唔惊伊拍面相看？袂要紧啊，我袂甲伊计较，只要甲伊解释清楚就好啊。阿表姐，哦，伊去停车。阿姨，嗯。
你别烦恼啦，我拢会甲尚宇斗相共，伊袂有代志。小丽，你怎样啊？你不应该救我，不应该送我来陪你的。你刚才你安尼做，唔那就伤害到你家己，嘛伤害到你身边所有的人诶。无人关心我，连我上好的朋友都反背我。林英，我要让林英知影，伊反背我的下场。咱的代志甲你根本就无关系啊！你有啥物得怪伊啊？伊破坏咱的感情，啊无，阮早就做伙啊呢，后壁所有代志嘛拢袂发生啊！我一开始就讲过啊，我对你无感觉，嘛无可能甲你做伙啊！你对我无感觉，你为啥物要救我？你安尼就是咧折磨我。是你讲折磨呢？你伫网络上面哦，唔拿黑白讲我歹话。我家己囡的手机外泄，你今仔日知影你造成我都。我可能拢是熟悉吧。刚讲你对我这尔好，大家拢陪我食饭，陪我开讲，搁陪我去复健呢。迄是因为我无说你害你受伤，我有照顾你。迄是责任，唔是感情。杨向宇。你为什么要安尼对待我？你为什么不爱我？你为什么要跟林毅做伙？王玉丽，这是病院，你较冷静呢。小丽，你精神哦？恁俩拢唔讲话。小丽啊，杨妈妈哦。有准备你要换的衫裤？小丽，你的手够够好啊！你这心机女，还上手走，搁害我安尼啊凄惨，拢是你，拢是你害的！你出去，我无准备拍着你。真正无甲尚宇做伙，你莫胡白讲啦！茶花，你茶花，你讲的拢是白茶花，出去！小丽，你较冷静的啦。那不是因为你，我甲尚宇早就已经做伙安尼，一切拢是你害的。你害我受伤，害尚宇，你有网路的人脉，全部拢是你害的。你这个双面人，臭婊子，出去！我不准拍着你！王玉丽，我无介意你，我无介意你，你打电话讲几届才听有啦。尚宇，你明明就介意我，为什么你唔爱承认啊？林英，一定是林英害，伊是止痛，你是咪啉着伊下迄壶仔的水啊？对不对？林英。你别伤害尚宇，你别害吼，就害我就好啊！你哎，尚宇，敢讲一句？拢是恁，拢是恁，我袂使和尚宇做伙。你老煞袂啦！尚宇，别搁来气气啦啦！林英，你的话哦，对我来讲无路用啦，我一定甲尚宇等来。老啦，小丽啊，小丽啊，你还想较开啦？啊，感情这种代志是无法度勉强的。你莫伫遐假好心嘛！你甲阿嬷不是真介意我吗？你为啥物莫叫尚宇接受我？我替恁兜做遐尼啊多代志呢，我替恁扫裤脚、洗衫、洗碗，敢讲是我无够好吗？为什么恁拢莫接受我？为什么？小丽啊，拢是杨爸爸唔对，哦，啊是杨爸爸无去注意到你的心情，我甲你回信咧，啊，
啊，等你心情较平静的啊，咱才好好讲啊。嘛是同款啊，讲啥物？我有心，就是囡仔带囡仔。拢是你，拢是你害我袂当人生做伙，拢是你。你真个啦，你真个啦。拢是你，总不会啦，拢是伤害我，佮叫网友来骂我。我甲恁讲啊，我是袂认输的啊，就算我死，我也袂替你做死。你莫讲啦，你甲恁真好。你是恶魔，是魔鬼。我甲恁讲啊，我是袂认输的啊，就算我死，我也袂替你做死。你莫讲啦，你甲恁真好。你是恶魔，是魔鬼。小丽啊，到底要安怎做？你才会欢喜啊！你去死，我就欢喜！啊！小丽，小丽啊！放开！给我放开！给我放开！放开！放开！小丽，你别安尼啊！进来，去叫伊去倒三缸。小丽，你别安尼啊！小丽，小丽，进来倒三缸。林爷，刘教练进来。医生，小丽哪安尼啊？目前也无都确定。你先通知精神科医师来回诊。是。麻烦你先出去。哦，咱出去啊，我医生处理啊。小丽即卖状况哦，真无稳定，唔通过加刺激，知无？我知啦。那你有要紧无？妈，我真正唔知我到底做唔对，我只是做伊家教，教伊韩文，为虾米代志会变啊这尔复杂？我怎啊怪我啦？无代无志，叫小丽来咱家，甲咱做伙食饭。啊！伊逐爿嘛找机会，拼厝内啊斗三工，我嘛无家己拒绝，才让伊误会遮深。阿姨，是我的问题啦，明明知影伊讨厌我，搁来才会害伊安尼。你老师，阿姐，你讲小丽在病院，阿是安怎？小丽因为感情的问题哦，想袂开啦。啊！拄则去牙刀，想要伤害阿英啊！你要去嘛？阿斌阿姐有家己救着，我无代志。啊！小丽即摆状况安怎？精神科的医生嘛伫内面啊，啊，等伊的心情若较稳定哦，就要转去专门的病院接受治疗了。啊，那遮严重啊！斌啊！啊！你甲向宇哦，先送阿英转去啦，叫我来顾就好。我袂放心你一个人啊。是啊，我会留落来甲苹果做伙。好啦，你先转去啦。啊，阮两个查甫人咧，没有问题啦。好啊，嗯，再见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拜谢。我
即马吼厝内代志真多啦，我听伊讲派出所找你去泡茶，本来我想要甲你关心一下，啊，所以就无用哦，无用甲袂记咧。我无代志啊，无回尔啦。歹势啦，啊，我你家己一个人顺路。莫歹势啦，你搁歹势哦，我甲你歹势啦。平哥，咱熟识十多年，咱讲实在，即阵啊，大家看到你安尼啊，拢足唔甘的啦。看恁一个人，大家遮辛苦，哎，敢袂当给大家一个机会，替你分担一下。有几个工程哦，是公司签约的，我建设公司哦，一定会付款。我问题是哦，人付款爱照起工来，送发票啊，钱才回到我的户头。啊，我根本哦就无法度领啊。啊，人付给我的钱我摕袂到，啊，我付给人的钱哦，搁袂当拖咧，哦，个材料钱啦、工钱啦、税金啦，迄里里各各的。啊，搁有两个工程啊，啊，我冒别人做。啊！别人做无好，我嘛是爱赔嘞。这个钱哦，我真正唔知要多生啊。拢总差偌济？赔工程啊，差不多两千几万。爱赔人的哦，还袂算在里啊嘞。阿先生，我想恁大家哦，拢真有心要甲我斗相共。我真正足感谢的，不过这个钱空哦，恐惊恁大家拢无法度补了。我是感觉真正经袂住，规期宣布破产。若要大家欢迎行李清白，唔知要等到什么时阵？因为这阵啊，你心内一定足郁卒，身体也袂堪的。明哥，卖为着面子硬劲啊！只要欢迎哦，包括我所有的户头，这些拢不是问题呢。问题是你这摆户头都是拍袂开啊，我是今日继续拖你啊，袂收煞的。上课啊，秀敏拢想要跟你斗相共，你就卖阁拒绝伊的好意啊。我有你建议啊，参考看卖。有的时阵放下自尊，也是一种勇敢的表现。多谢恁啦！我知恁大家哦，对我就亲像亲兄弟同款，我足甘心的。我搁同大家一面哦，甲恁说多谢。需要解释多少？你敢知影，嘉芬是为着要让你升做策划组组长，而且还自愿调去业务部的。那是想要赔款款，就不应该去业务部啊，应该留去策划组。毕竟策划组的工作已经熟手啊。敢讲，伊真正是为了我才去业务部的。我有做记者的第六感，我的第六感跟我讲，郑董甲嘉芬是真有机会，而且囡仔是不孤的啊！我希望哦，伊会当加位款款，加些上一个，莫感觉伤着家己。嘉芬那个业务部，甲郑董拢见面的时间一定够较侪，那恁两个。哪会这么要紧？秦家芬跟郑德龙的事情，敢讲我真正对伊有意思？睡了吗？阿伯，
有代志想要问你，天台见。郑成功，是啥物代志？一定要即马讲，袂用去公司才讲啊。私人的代志伫咧公司罔便讲，啊，电话简讯嘛讲袂清楚，所以耽误你一点时间。恁查甫人哪遮尔介意讲私人的代志啊？查甫人，佮有其他人找你讲，敢是款款因爸爸？无重要。你上好吼是讲真重要代志，那无我就互你有做不完的工课。我真正就介意。我真正就介意。我介意，甲你做伙做工过，做伙想企划，我希望你当老的策划组。卖去业务部，我是甲你讲正经的。我即摆是总监，薪水比较早搁较悬，是安怎要回去做组长？啊，你做组长会欢喜，但是做总监不一定会欢喜啊。我拢也袂做，你哪会知影我是欢喜还是无欢喜？你是读广告行销，即摆叫你去做业务，当然无欢喜啊。会当了解业务部嘛，袂歹啊！我之前有讲过，若是业务部有够力，策划组就有空间发挥更多创意，就会当啊公司斗相共，嘛用啊策划组斗相共，我是足欢喜。这毋是你真正要离开策划组的原因，你无想要兼做业务部甲策划组的负责人，是因为。你要把时间留宽宽，那恁应该选择你较实手的策划组啊，那偏偏要走去业务部。所以你会安尼做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。你咧水面呢？因为你想要让我做策划组的组长，才不是嘞！虽然我跟你关系很好诶，啊，不过我无需要做到这去。好啊，那安尼我离开点点多。不用钱。为什么不用钱？你的能力这么好，你应该留在公司替公司赚搁卡侪钱。我无其他的原因，这是唯一的原因。你要创啥？我生到这么缘投，这么有才情，敢讲你对我一点仔感觉、一点仔兴趣拢无？你真正。自我感觉良好，我没时间想吃呀。好啦，我会听你，袂让你失望。啊，不过
不是跟郑德龙斗相共。晚安。关关难过，关关过，撩起过岭嘛着惊。平哥，我相信所有代志拢会当解决。好啦，你先回去休困啦。我来等小丽就好啊。无可能，我答应素也要留落来陪你呢。平哥，你看起来真忝的，几工无困啊？有困啊，较浅眠尔。走，我唔是叫你转去啊，哪会过来？我都袂放心你啊，阿妈应该让阿生来转去休困。我看，互素啊留落来陪你啦，啊无你伫遮素啊伫厝里绝对困袂起。平哥，有啥物需要，随时敲我。阿姐，多谢。真正要甲我说多谢，你著接受大家对你好意。是吧？你即马情形安怎？小李即马已经稳定啊啦，啊等天若光哦，就甲送去另外一间病院。啊，病院之后，我已经联络到小李的爸母啊。希望小李哦，会当赶紧好起来。这个小丽安尼哦，咱就无应该伫直播安尼甲伊讲。拢是我害的啦。是安怎？我要甲你回实嘞，若毋是因为我，小丽嘛袂对伊做遮尔侪过分的代志，阁险要害你受到伤害。哎呀，迄是伊的个性啦，甲你无关系。我想吼，应该是因为因的爸爸妈妈拢无伫伊的身躯边。伊才会遮尔需要别人的关心，啊！恁家的人讲对伊遮尔好，伊当然嘛会愈聊愈亲啦。我想哦，伊应该唔敢阁关心我的朋友啊。哦，安尼唔着，互你趁着。啊，对啦。嗯。听阮爸讲哦，你敢真正要做医生？嗯，即摆王爷已经有降价伫我的身躯，我嘛想要互阿公。较紧会当休困。然后呢，敢有拄到啥物困难？我即摆逐工透早拢去宫的静坐，但是愈坐愈想。我敢真正有法度像阿公共款，得到大家信任，啊，甲大家斗三工解决问题。歹势啦，我即摆是无道理去宫的，若无我就入去内底陪你坐啊。这样你啊八个，你是偌想要我赶紧把你的钱赔掉啊？哎呦，前阮厝内底发生这样一个代志，我想讲哦，是不是迄个自害啊？我唔知。啊，你唔上牙？我有时阵是啊，不过即摆唔是啊。唔讲哦，我若真正做王爷的机身，第一件代志就是来把你的钱赔掉，安尼就会当让恁家的难关。隆重解决。不过，你一个查甫囡仔做鸡桶敢好？你是安怎？你是对女鸡桶有啥偏见是无？不是偏见啦，就是，我唔知要安怎讲，就是感觉怪怪啊。我袂感觉怪怪啊，若真正爱我做，我就会尽量去做。啊，别人要安怎讲，要插插伊。我相信哦，你一定做会到。是吗？嗯。嗯，我嘛是安尼想。
母啊，加油啊！淡姐哦，我放的哦，买去卖迄落较贵啦。啊，恁即阵啊吼，投资袂少入去啊，啊生意做了啥款，敢有趁钱？算袂歹啦，迄收入咯，拢有稳定啦。阿强，你袂当吼，爱好母个安心，着煞爱后壁讲，咱即卖也袂趁着钱啊。迄明明就有收入。阿母，迄做买卖吼，加减拢有收入啦。只不过吼，无法度这么紧就稳定啊。迄阿兄即马厝内哦，这么侪代志，你唔免烦恼阮这边啦。搁较艰苦，嘛会度过啊。就等阿兄这边哦，较紧好起来。我知影啦。啊，恁吼，就是拢惊我烦恼操烦哦。啊，有影啦。啊，这做生意、啊投资，哪有可能遐尼紧就赚到钱？迄时间无早，阿强。给你准备一个啊，等下哦，随便出门啊。哦，强啊，啊，你要出门哦，啊，想早载我出来。阿母，啊，你是要去对啊？我要来病院吼，看小丽啦。哦，好，我再来去。好，来，谢谢啊。辛苦了。阿母啊，啊，你要去倒？啊，你药啊吃未？吃啦，方啊有用我吃。啊，强因阿母吼要出门啊，我就想叫因吼载我来病院，我要来看小丽。哦，你免去啊啦，小丽已经转院啊。啊，叫因阿母吼要出门啊，我就想叫因吼载我来陪伊，我要来看小丽。哦，你免去啊啦，小丽已经转院啊。转院啊？嗯，啊是转去倒一间，我都要来看伊啊。啊，即摆伊精神无稳定，医生甲伊转到迄专科病院去治疗啊。哎呦，啊翘翘的查某囡仔呢，啊哪会变到安尼啦？阿母，哦，你又免去啊啦，等这小丽又好起来，再搁讲啦，哈。好啦好啦，啊恁要出门，啊恁就紧去准备啊。哦，好好好。行啦，阿斌啊嘞？哦，伊去处理一挂代志。哦，阿斌啊，拢透早就出门，啊晚晚才回来啦哈。啊，伊安尼哦，啊无啥物困着，安尼身体哦会怕歹去呢。好啦，我知，阿母你莫烦恼。后盖哦，讲话哦，爱经过头壳啦，唔是人问你就讲啦。我讲的是事实呢，咱袂再落甲过啦，就真正有趁钱，啥拢袂当讲。唔是袂当讲，是无需要哦，讲出来，互大家知影啦。阿母哦，最近拢在操烦阿兄的代志，迄心情哦，足压杂的啊。咱安尼有趁钱的好消息。是不是就应该讲出来，让阿母欢喜一下啊？迄万一母啊叫咱甲赚的钱摕出来和阿爷斗相共嘞，你最好是话清楚啦，咱今嘛够有责任哩。食人一口，恨人一刀，做人哦就爱有情啦。哼，迄嘛爱先有能力吼，才会当讲情啦。迄阿母哦分财产的时阵，迄雷官甲相爷分，拢摕去阿爷斗相提啊，结果嘞，白输的哦，等下水沟内底啊，扑通一下就无啊。就是因为安尼，哇，即摆稳定力啊，当然嘛爱甲阿兄加减斗相共啊。迄阿兄即摆的健康，真遐大康，就算你摕一两百万吼，好伊嘛无效啦。迄太吼，喙齿啊芳嘛无够啊。啊，你的意思是？等咱哦，赚几落千万的时阵哦，你就会当哦，
做一届有钱，帮助阿兄把所有代志拢解决啦。迄个时阵哦，你就是伊的救命恩人啊！在阿兄的面头前，你嘛会当仰头做人啊！听你安尼讲起来，敢那嘛是有道理哦。嗯，我讲的当然嘛是有道理啊！你莫袂记哦，迄王爷讲哦，我是哦知音红婿，迄人讲挑某嘴大富贵，吼挑我就对啊啦，行啦。对啦，迄袂当吼，伫我后壁吼，偷偷哦，叶阿兄。袂啦，啊，即摆咱家的手头，拢是你伫看，我袂好袂来啦，哈。知影就好啦。阿强，我安尼做吼，嘛是为了咱的未来做拍算。你来恁来哦，听我的知无？各位，等下临时通知，讲有重要代志要宣布，咱搁再稍等一下。嗯。伫个董事长未来之前，我先交代一下工作内容。彤彤甲明佳休困三天，运动球鞋部分就交予小美甲彤彤，用力健就交予维持甲明佳。工作进度，恁再甲成功汇报。好，成功哥，你即马是要升官哦？哇塞！嗨，大家好！哎、欸，副总，我来啊！大家照顾我看哦。你是来这创啥？报告副总，是董事长的秘书通知我过来。啊，伊甲我讲是啥物代志？无呢，我的友应该是叫我转来策划组。大家好。董事长，哎、欸，来，请，请。今日有重要人事异动，不要来双吗？彭俊良、张副总，恁两个马上停职，遣散费已经准备好啊，恁两个去林书那边签名。等下。啊，是我倒去做来无好心、欸。对啊，啊公司无缘无故甲阮开除。爱姐廖总的代志，我拢已经调查个清清楚楚。洪俊良，你为了你家己业务牺牲董事啊？张副总，你身为公司的主管，代志发生了后无好好啊处理，阁想要当作这件代志无发生过，我的公司无需要恁这款人。不是啊，等下，那件代志我有做处理呢。还有其他代志，敢需要我一条一条提出来讲？恁两个人走。啊。哎、欸，这啊！各界人事异动，要甲大家宣布。秦家分组长，行政代理副总经理，佮兼总监，恭喜你。从即马开始，伫我公司内，若是有人为了业绩逼家己同事去甲客户饮酒，若是予我知影，马上开除。秦副总，以后点点多就麻烦你啊，若有任何问题，你随时通甲我联络。毒瘤，董事长赞啦赞！组长，唔对，是秦总监，啊唔对，今麦叫做秦副总，恭喜呢！我一定要吵吵哈，我先欢喜。多谢你的恭喜，阿哥，我是足烦恼的。有啥物好烦恼的？讲阮弟啊！我是烦恼，我的乌帮要开始啊！为啥物啊？你两个先去保养，成功老来。哎呦，成功哥，你就是咧升组长啊！
我若是升组长，你头一个加班。惊哈哈！我来去无，来去无用。组长讲。你即摆毋但是总监，阁是代理部长。哇！我看过去讲啊，都变点点多头家呢。你是咧乌白讲啥？我完全哦欢喜袂起。放心啦，我会甲你斗三工，互你有时间去陪看看。郑德龙根本是想要甲我忝死。啊，不过伫我看来，伊是要替你出气啊。副总啊，副总啊，你等我啦！你救我啦！你嘛知影哦，阮家大大细细爱饲，啊，这开除的代志若传出去哦，其他公司哪敢用我啦？啊，所以哦，拜托你替我去甲董事长搁求情一下。我家己自身难保啊，我想要来保你啊！有求有机会啊！刚刚你刚刚安尼，刚完就走，拢嘛是你啦。当初你若是卖去掠着秦家芬，今日发生这款代志哦，你即摆阁好意思叫我报你？你无顾同事的情分，嘛爱代两公，我替你做白手套做遮久啊。啊无，你即摆是咧威胁我是？我哪敢啦！我只是提醒副总，今日袂记。你讲我提袂靠代志是？但你无证无据，而且你家己都无遵守信。咱大家心内有数啦，免想要提这件代志来威胁我。好啊，我若把代志拢揭出来，你也袂靠好过啦。好啊，要死哦，咱大家做伙死啊！赵焕英是咧开足侪钱的呢，但你的钱也无我侪啊，要跟我算，要炸！闭嘴！下哎！还是在想啥？我是在想讲哦，医药策划组和你负责。我伫业务部，若是需要提案，你负责支援，你敢有法度？放心啦，以后你若有啥物需要支援的，尽量来。啊，搁有啦，以后若有应酬哦，我记得啊，你免去。我手量哪有这么歹？我是希望。以后你若遇到困难，头一个当想到的人是。你已经不是点点都的员工，你等下从何样？我是来甲秦副总恭喜。多谢，秦副总，我有一挂代志想要私底下跟你讨论一下，唔知道你有方便无？春公，你先去保养啊。哦。秦处长，我拜托你，敢会使替我去甲董事长讲一下情？给我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，莫搞死头路。这可能。我即马有真大的经济压力呢，我有厝要饲，还佫有房贷、车贷，我即马也无收入，我真正无得活落去啦。这是你的问题，跟我无关系。点点多大部分业务吼，拢是我接的啦。
我若是离开，恁一定无法度交接，啊，搁重新拍关系，对无？啊，我若留落来，恁就免烦恼这个问题啊。以我的能力吼，一定会替公司开发新的业务，替公司赚够侪钱啊。我知你的能力袂歹，啊，不过这是董事长做的决定，我无法度改变。只要你愿意开嘴，一定会听你的啦吼。廖总，迄个代志吼，拢是彭俊良的问题啦。虽然讲我无第一时间替你处理，啊，不过事后我嘛是要你一个交代，敢毋是？我即马是要点点多开除吼，我的业界名声都乌有去啊啦。啊，以后行销公司嘛无可能阁用我，我只有死路一条啊。秦副总，我拜托你，只要让我留落来吼，你要我做啥拢得，我拜托你。好，我思考一下。当初我会当你来点点多，嘛是因为你的关系。这件代志，我一直记伫咧心肝内。我唔是甲你讨这个人情呢，啊，不过我知影啦，秦副总吼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。我会甲董事长讲看卖，啊，不过我无法度甲你挂保证。多谢副总，多谢秦副总。啊，我等你好消息咯。嗯。但林馆长，你讲你要让副总继续留落来？当初我离开第一家的时阵，失去头路，失去目标，迄种感觉真正足绝望的。那不是因为副总，我嘛无这个机会当来点点多上班。廖总的代志不用完全怪伊，要怪都要怪彭俊良。你安尼敢袂是怪良心吗？因两个根本就是哦，半斤八两，骨笑皮无买啦。你根本无需要替因想遐多啊，个人做啊，个人担嘛。我做这个决定，不是完全为着伊设想。公司有真侪业务，拢甲副总有关系。若是这时阵离开，对公司来讲会受到影响，甲伊留落来，才是上好的决定。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，第一趟安尼做是为着要为你出气。我当然知影，伊是为着要保护我。那呢，伊感觉足感动的。当初伊妈用迄种态度对待我，伊一句话拢无讲，即马替我出气，有啥物意义啊？总讲一句，副总留落来对公司有好处。好啦。你安尼做确实真厉害，若是换着我，我根本就无法度安尼替公司设想。因为你是真幼稚。我是真幼稚。陈妈妈，我甲德龙的发展无遮尼紧啊。是，我知影你也买我去做伊秘书的用意，也毋过感情的代志需要时间培养啊。你阁给我一寡时间，啊，这段时间你是卖着急，甲身体顾好，等你出院应该就有好消息啊。好，啊，你要照顾身体哦。张妈妈，拜拜。多谢，喂。我今日来是想要甲董事长报告，以我的能力，无好多只代理副总甲总监的工课，请董事长了解。你时间也是无够，会当去猎人头公司找一个业务主管来给斗相共，找这无够。要找两个嘛，无要紧。那是当初对愿意增加卡手，我今麦拄好有一个人选会当推荐你，就是张副总。你要报张副总？我唔是要报伊，我是需要一个对业务了解的助手，伊是上好人选。
以你的能力，绝对能在最短时间内了解电力多的业务，根本无需要张副总。对我来讲，这负担相当啊，我做袂到。用你这个规模，是比点点多大上少十倍。你早拢有才调，人个负责用你这个业务啊，安尼表示你有才调，人个领导点点多。身为一个副总的，甲烈王刚出代志的时阵，无法度维护个烈王刚，这种人我老是袂欣赏。你若是甲伊开除，我就需要伫个上短时间了解公司的营运状况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重担。较早你要用上短时间去了解、去处理容易见的代志，安尼表示你有这個能力，会当负责点点多。德龙，那要是对秦加分，这么有信心？公司有真侪业务都是张副总介绍的，若是即摆甲伊换掉，我需要加开一寡时间去安待遐个客户啊。观察迄几个客户，我无可能留一个伤害你的人伫我的公司。敢讲德龙对秦家芬还够有感情？董事长，你若是希望我替你管点点多，麻烦你接受我的决定，那无你就找别人管。你讲你定用这个人？我所做的决定，拢是为着公司的利益设想。好，张副总要留落来，啊，不过这是伊最后一次机会。多谢董事长。啊，够啦，这礼拜六你等我出去一转。我爸俩要带宽宽出去。宽宽在跟我讲，你的变魔术给伊看。我咧想啊，应该足解魔术的，所以我请一个专业魔术师来处理表演。你这位来看，看煞，你也带伊出去一趟。我变魔术给宽宽看，是要甲宽宽培养感情的亲子互动。你先把找一个专业魔术师变给宽宽看，那你就失去亲子互动意义啊！麻烦你以后别做这么无信心的行为。董事长，请问你还有其他的指示无？明下暗要真诚工作来吃饭，我想要听看卖，恁对点点多未来有什么想法？那是你对成功的想法这么有兴趣，是安怎我先做策划组的组长？看起来你真正足关心曾成功的前途。我就是感觉董事长无需要听一个副组长来讨论甜点多的未来呀。多谢董事长，我来去报应。董事长，明仔下啊，要订做一间餐厅，几个人啊？四个人，曾成功、加分、我、阿哥你。就欢喜，不过咧烦恼，我明仔载是不是我都看到你啊？敢有人讲你演技足好诶？无啊。无就莫搁演啊。啥物咧演啊？医生讲我白血球异常，阁毋知啥物原因呢？
我是无想要留伫个病院开钱，才讲要转来，竟然讲我咧演。阿伯，你是倒位都无爽快啦？规身躯拢无爽快，我昨昏发烧，搁做噩梦，我梦到一个查某囡仔，应该就是迄个仙姑啦。伊伫甲我讲，你来，你来。你看，我的手直直安尼。王爷给你的护身符，你敢有在身躯顶？当然嘛有，我唔敢离身嘞。啊，若无，你看，过来啊。啊无你若真正无法度应付，去找王爷斗相共啦。我会啦，王爷办事下晡才开始，我若有气力行，我会去啦。王爷要搁办事哦，安尼你两爸的身体敢袂堪的？啊，就为着要让阿英伫边仔合适啊，看伊当时会当接手啊。这嘛就爱问神啊吼，啊，神啊人嘞，到底？哦，啊，伊伫内底啊。神啊，神，你无伫个，你搁骗我？奇怪，最近拢找无人。你才奇怪嘞，你毋是有电话？我卡互伊啊，啊用来讲免钱呢。我直接来找伊，毋是较紧？啊，伊到底是咧无闲啥？奇怪呢，啊，你最近常来找阮师，是有啥物气度啊？我伫住伫咧对面，我嘛常常来啊。我感觉无遮尔单纯呢。你老实讲，敢是对阮师有意思？嗯？你是倒一蕊目睭看到我对伊有意思哈？我两蕊目睭拢看到。哇！哎呦，好啦啦，小明啊，伫遐有遮免歹势啦。你无感觉你甲阮师真正足速配呢？配你去死啦！你哦、喔，真正有够奇怪，一直讲一寡有诶无诶。敢讲你搁去互仙姑附身啊？不不不，你别讲迄两个字，我会惊啦。你是讲仙姑？别讲。无代志啦。我问你哦，你老实讲哦，迄警察哦，找阿仙到底是甚物代志啊？张文山不是讲啊，是误会啊。不是啊，迄管区的伊也不是讲无熟悉仙啊，对无？那着搁需要带伊登去问话。就是误会啦，而且文山已经证明伊的清白啊，你搁要问啥啦？会烦恼哦。啊，你是要讲啊，唔讲啦？哎呦！我人足虚的，我无气力讲话啊。好啦，煞煞去啦，你著好好休困，啊，上好莫阁出门啊哦。你要去找阮师哦？你讲我要去找啥？啊，是要找欣桐，我会当陪你去哦。袂当。啊，小兵啊，哦，小兵啊，无看到你阿舅咧艰苦，无甲我关心就做你走啊。看啦，这个厝敢若剩我家己，哪会安尼啦？Thank you.
过来看麦。哎，这个不是阿斌啊？哎，紧打电话报警察啦！哦，你修理马桶漏水哦，歹势啦，即马师傅拢无伫咧，嘿，无就去修理。哦，阿斌去处理工程的代志啦，歹势吼。哎呦，阿斌在处理工程的代志，咱社区的水电拢无法度处理。喂，四星水电行。啥？阿斌在出车祸？斌啊，你要紧精神啊！阿母在甲你讲，你有听到无？斌啊，你要紧精神啊！有听到无？啊！阿母啊，你放较轻松的啦，阿母，你迄心脏会袂干的哦。阿兄哦，去林天上，你免烦恼啦。是安怎来发生这种代志？天公伯啊，你来保庇我的囝，平安哦，赶紧好起来，平安无代志啦哈！天公伯啊，红英，小弟，无代志无代志，王爷哦一定会保庇平安，即届度过这个劫数的。苹果这边人安怎？医生讲，我真无性命危险。主要是胸腔，还佮头壳去弄着，拄才去照 X 光，讲胸腔磕着的所在有积水，还佮断伊关节。我佮再无性命的危险，我拄仔听到这个消息哦，迄心脏惊到根本跳出来呢。阿斌兄，佮家人足注意的，伊袂超速，嘛袂乌白超车，这边哪出这么严重的车祸，佮弄着来乌多摆。我边个弄着迄个人，即摆啥情形？嘛已经送病院啦，详细情形也毋知。今麦吼，还佫出一条啦，我看吼，毋知哦，还佫赔人偌济嘞。我说我代志，爱等阿斌啊清醒了后，才有法度了解。阿姨，宝英，你唔免烦恼啦。啊，既然医生讲哦，无性命的危险，这就表示讲斌啊哦，一定会当平安度过的啦，吼。多谢恁走即逝。哎呦，你哪就这么客气啦？啊，变发生这种代志，啊，大家哦，当然嘛要来个关心嘛，吼。连民叫阮要办事啦，我才请示王爷，看要安怎甲苹果斗相共。哦，爱来去问王爷，看阮尤家吼到底着犯着什么天条，无是安怎发生遐尼济代志？阿斌哦，差一点都无性命。是啊，迄阿兄吼是姜的主意，为姜的吼，啊，佫做遮尼啊济代志。迄王爷吼，唔若无甲遐保庇，阁予阿兄吼出车祸，伤啊遮尼啊严重。哎，啊这边哪会当怪王爷啦？王爷早都提醒苹果啊，最近有车管啊。王爷有指示，阿斌哪拢无讲。凤啊，等下吼，你陪我来去问王爷哈。好。
谢啦，啊，各位等我久吗？请大家耐心等候，诚心祈求王爷神准降临。啊，这王爷是啥物时阵才要降驾啦？哈，我已经等真久啊呢。啊，是不是王爷吼？感觉有亏欠哦，阮兵啊，所以才怕。阿姨，你莫着急啦。王爷一定会来。哎呦，我要哪会讲无着急啦？阮兵啊哦，为着叫安尼出钱出力啦，啊，即马到这个时阵哦，还阁困难遐尼济着。哎呦，啊，这王爷吼，总嘛是吼，爱表示一下才对。王爷有特别交代，叫阿兵最近较莫开车的。啊，交代吼，还交代啦。啊，发生代志时嘛是爱保庇啊。是啊。既然王爷吼知影阿兄有车管，就应该出手哦，甲保护啦。咱会当吼保守紧紧，快发生代志，安尼吼就算是哦王爷失职啦。今仔日吼无要出来，就是表示唔敢面对阮尤家。这个车祸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，王爷有斗三工化解。安尼那有算化解啦？迄是阮阿兄吼命大，请恁就要尊敬王爷，话莫乌白讲，影响到王爷降价。王爷家己无来，怪我请来，安尼唔是敢啊就好笑。你，吼，小明，王爷，慈悲啦，请你紧降价啦，指点阮尤家一条明路，阮已经哦，真正无路通好行啦，王爷。王爷，阮阿兄哦，做主意替强的哦出钱阁出啊，结果呢，唔那是出来袂顺，阁有官司，啊，即摆哦阁出车祸啦，安尼实在是讲袂过啦。别讲啦，迄王爷吼根本就无人性，枉费阮阿兄吼为强的哦做遮尔啊济代志，我感觉真正足唔值的。王爷吼唔敢出来面对啦，伊那是真正想要斗三工。那会让阿兄哦发生这么多代志，我看吼有败嘛无一定有保庇，有灵下无灵下，还是爱看你是不是有相信啊？你若是唔相信，就算讲王爷有跟你斗三工，你咪认认讲，还是家己的功劳啊？我阿兄敢无够相信王爷？莫讲我阿兄啦，讲你就好啦。你甲骗子结婚，迄王爷敢有阻挡？敢讲你无够虔诚相信王爷？王爷有事先给我提醒，是我误解王爷的意思。你唔知影，就莫安尼乌白讲，你有报应啊！嘛着人，嘛着神，人做七分，神做三分，神是助手，唔是靠山。你家己做代志都要谨慎，要若无，你无可能度过任何的难关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讲，我阿兄做无够，才会发生这代志哦？是啊，迄好事吼，拢是王爷有保庇啦。迄歹事吼，拢是家己做得来的，迄拢是恁讲的啊。哎，先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啥要误解伊哈？个人做也个人担，卡叔讲哦，是明替你把代志拢处理较好势好势，敢讲你就免拍拼啊？啊无，你是规工来这拜拜就好啊，拢免去趁食。哎呦，好啦，你莫去讲啊啦。好啦好啦，刷刷去啦。我看今仔日王爷吼是唔肯降价啦。发生这么大代志哦。迄王爷唔敢来哦，我看哦，一定是跳鸡蛋啦。你是要讲啥？我阿公哪有可能跳鸡蛋啊？阮上诶，伫诶遮帮助足侪人，大家拢足尊敬伊诶，伊袂做迄款欺神骗人诶代志。你若是唔信哦，你着转去啦，莫伫诶遮乌白乌拉啦。我嘛就是要相信啊，啊不过王爷唔敢来吼，我是要安怎相信？你遮吵，王爷是要来降价？你怎啊袂生啊？啊，要牵到厝边哦。哎，你讲这种话，拢唔惊有报应哦。那是跳鸡蛋哦，我真正哦，替个子孙烦恼啦。你点点呐？那是真正王爷无来哦，就是跳鸡蛋啦。你只是配合人哦，都是骗术啦。安静啊！王爷在上，就
地主林进祥，风爷受了这么大的侮辱，实在是无迄个面，阁继续做王爷大官人，做王爷的机身。地主自今开始正式退休，来做机身。蔡王爷接受地主的恳求。是伫跳鸡蛋啊！请你即马就走，我会祝福你，永远拢袂去恶报丁信。吼，遐阿强因阿婆，啊平常时也无来叫我拜拜，伊有啥物资格讲你溜白咧跳鸡蛋啊？进前讲一届哦，就已经足嚣型的啊！啊，这届搁较超过，伫咧台底讲个啥物话哈？真正是大不敬呢！就是讲，啊，无相信就莫来，啊，来要创啥？阿公，莫插面啊！是讲哦，伊嘛是为着阿斌的代志，才会这么着急，讲话才会无禁忌啦。哼，若毋是看伫个报应，还佮阿斌的面子哦，我绝对甲伊毙命。无需要啦，若毋相信，你安那甲讲拢无啊？好啦，啊，无多王爷尽心，我的问题啊，莫去怪他。啊，敢若时间到啊吼，啊，我该放下，我就要放下，我就交予这未来的吉星啊。阿公，你听我咧讲，你后边也交予你吼，啊，你帮忙王爷办事，啊，迄个对黎民众生消灾解厄。我敢有法度，祥诶，你要搁考虑一下无？阿英还搁少岁呢。啊，这个代志要考虑。这王爷安怎安排，咱就照王爷安怎安排呢？祥哥，大家拢真需要你，是不是？会当搁请示王爷？啊，我决定了，决定了。哇，我听着，诶。爸，你去家家家倒用去。阿姐阿姨，啊，即马要安怎？爸一定会平安无代志啦，阿母，阿妈，阿母，安尼去问王爷，王爷安怎讲？迄王爷吼，惊咱找对子，无尴尬。王爷今日无办事哦。对啦，阿叔，我哦，搁要讲去做生意啦，阿母哦，就麻烦你照顾啦，哈。恁去无用啊！阿母啊，阿阮无闲煞，搁转来接你啦，哈！唔免啦，无闲做恁啦。进来。阿斌啊，是安怎？到这时阵还袂精神？阿妈，
你免烦恼啦，爸应该是受疼，即马加睏一下啦。阿母，阿太娘哦，小雨先陪你回去休困。我不爱回去啦，我要踮在遮照顾斌啦。阿斌唔知啥物时阵才会精神，我若等伊精神，才敲电话给你，好不好？我都甲你讲哦，我要留在遮哦，看斌哪精神啦。阿妈，我是要回去休困一下啦，你不要来等，我明仔载透早才陪你来，好不好？好啦，啊，我搁找一个，较等下哦，才喊你来转啦哈。是安怎吼？你无爱和我家嫂讲吼，迄拄只姜诶是发生虾米代志？这你我爱问，你对你娘爸讲诶话，遮尔过分，迄敢袂当讲互阿嫂听？我讲有过分，我讲的拢是事实啦。若毋是迄李柳伯吼，跳迄假档骗人，无就是王爷无人性啦。李柳伯，若真正是跳假档去骗人，那呢阿兄甲阿嫂，敢会信王爷遮侪年？更加无可能哦，去做主意，替姜的哦出钱佮出力啊。就是因为安尼吼，我才会感觉吼，迄姜的问题啦。迄阿兄为着姜的吼，付出遮尔啊多，迄照你讲，是毋是应该得到王爷的庇佑？是啊，结果呢，王爷吼无解决阿兄事业甲家己的问题，竟然呢上起码出力平安嘛无保庇阿兄，阿兄吼起码还佫伫咧病院呢，喺外口还佫一大堆的债务，你叫阿兄是要安怎处理啦？就算讲是安尼，你嘛袂当讲姜的歹话叫阿嫂听啊，伊起码已经有够辛苦啊，莫佫讲互伊心情压榨好无？你头壳较真讲的好无？阿嫂哪会辛苦？辛苦的是咱啦，你想我看卖哦。阿嫂啊，照顾阿兄，阿母啊，谁照顾？阿妈是我啊，阿你嘞？阿哥的负担哦，迄尤家责任嘞。你哪会当安尼讲哈？我是尤家子孙，即摆咱尤家出代志，我当然卖负责。阿强，迄别人若是拄着代志吼，拢切滴你啦。只有你这个公代吼，打紧紧，必须要负心责任啊。你嘛无哦，迄也熬手加熬门，嘛无欠钱啊。迄阿强哦，只门帮摆，敢若有啥物关系？咱是一家人。我无可能哦，干那顾我家己，不管阿兄困难啦、啊。你听我的啦，阿兄哦，厝内这尼啊侪代志，你若是爱插手吼，到时吼你掉落去，你爱考虑无不使啊。阿兄即马出车祸，阿嫂甲湘云两个人，佮要负责债务的代志，哇，无可能放我啦。你若是坚持哦，要插手哦，你就尽量去啦。莫讲哦，我无私心甲你提醒。你有噶，有你两个兄弟，你若是学阿兄哦，安尼拖来落去，迄母也是要孝照顾。迄日头请爷爷，虽然够性命，我了解你的着啦，这嘛关系着咱这帮的未来。你若是哦，啊对起有噶，你就是家顾好，徛好在啦。啊，宝英阿姨，迄个小姐嘛，真正有够恶极的。今年甲你留白啊，逼甲要退休啊！恁咧玫瑰路敢袂忝啊？小小姐啊，啉水。真正足奇怪咧，你哪会当这么冷静哈？你是李留白的毕生哦，你应该比我较生气才对啊！彩虹有较超过啊，也毋过上过有岁啊呢，伊的身体咧退化，若是会当趁这个机会退休，嘛毋是啥歹代志啊。本府万事，对众生服务数十年，累积功德，得以续修。本府温二三个月来，下下天命，在案前协助灵隐，你可愿意？王爷讲的是三个月后，即马变成安尼，唔知影会有啥物影响无？我当然嘛希望你刘伯也会当好好啊退休。啊，不过就不是用这种方式啊！搁再讲啊，迄阿姨喏，婚期都还未完成呢，
啊，万一你顶边也要办事，啊，到时阵什么人有法度来替王爷接驾？你这个烦恼，你隐瞒，无人通问哦。我是咧气讲你顶边予人欺负。上古袂因为这种代志生气，你还是烦恼你家己隐瞒较实在。我已经想通啊啦，那是有对象啊，我就嫁。啊，若无就煞煞去啊！惠弟，你已经讲过啊，你会负责我一世人。啊，我若是会当活到足老足老的，我就会陪你个足老足老。也毋过，敢会当参详者，莫遐尼杂念啦。有诶时阵，我真正互你念啊，神经衰弱呢。安尼就袂当了，搁咧讲什么一世人？哼，真正是哦，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哦，啊，你是安那，面傲面臭啊！我知，一定搁甲恁副总编冤家吼。我即马才无闲甲伊冤家。啊，无是倒一个囝毋知路诶。到阮厝内迄位上爱自以为是诶人。啊，恁两个即马感情毋是足好诶，哪搁咧冤家？我即马着公亲变属主啊。嘉芬是有啥物代志需要你做公亲啊？我是为着宽宽好，我希望嘉芬甲伊的前翁和好。啊，嘉芬竟然讲啥物，迄是因老的代志，我都只是一个寡人，佮我卖管遐尔济。你哪会去甲嘉芬讲宽宽的代志啊？我都最近去采访伊的前翁啊，我发现伊的前翁其实人袂歹，啊，而且吼伊嘛就想要弥补嘉芬。哦，我都想讲嘉芬就爱宽宽的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因若是会当和好，因的家庭都圆满啊。若是徛伫个囡仔立场哦，确实希望讲甲爸爸妈妈住做伙。阮爸阮妈嘛足早就过身啊，所以我一直希望讲会当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是啊，我嘛是安尼想啊。结果嘉芬竟然咧甲我生气个，啊，佫讲啥物？啊，是想讲有爸爸甲妈妈的家庭都一定幸福，真正是要甲我气死啊！其实嘉芬讲的嘛无唔对啦。爸母若是情感讲冤家，对囡仔有真大影响诶。迄拢是大人诶理由甲借口，根本就无咧替囡仔想。爸母个性袂合，若为着囡仔勉强做伙，大家拢足痛苦。不如分开，互囡仔家己选择，看伊想要甲啥物人做伙生活。我敢有讲对啊？哦。问真，伊是单亲家庭啊，伊甲伊妈妈做伙生活诶。问真，是咧，我无歹意，因为我伫个囝仔看过真侪阿母，为着囡仔勉强做伙生活，因来都是希望王爷，让伊当当家囡仔大汉，这对大家来讲足妥吧。我嘛毋知影，阮爸阮妈为虾米爱离婚？我敢若知影，伊离婚以后，我逐天去学校拢互人笑。伊拢讲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歹囡仔，所以阮爸才会不爱挃我。而且，因逐天拢一直咧欺负我，毋是摕石头甲我弹，就是偷摕我上课用的册，偷摕我的笔，偷摕我的物件。假使伊若是无离婚，我根本就不会互人欺负到这么凄惨。咱做人哦，袂使讲王爷对咱有帮助，咱就相信。啊，出问题就要怪王爷啦。我嘛是哦，替你唔担，真诶吼。不管你有啥物理由啦，你对上哥讲这种话伤害，要上哥诶名声就是唔对。那最近一直互人请去派出所咧问代志哈。阮师这么故意，哪有可能比啥忙啦？无代志，你放心啦。啥物拢唔讲，真正互人就袂安心诶呢。我看还是搞当作是假想敌，想要伫你面头前我歹看。我甲讲一解，我甲郑德龙已经无任何感情。郑德龙，我要的。你是咧甲我讲啥物笑话啊？你当作阮少年的，互你弄好耍的，弄成真了哦。我绝对有诚意要负责到底啦。这个代志你莫搁掺啊，人情留一线，日后好相看。我真正想无咧，我是在妖国，那边干呢啊？你是我的兄弟，我希望有一天你会当了解。
有，不敢想你为怎样搬出咱的手，敢有以后爱不免顶头，我知影你的心已经不再回我。念的你，予阮愈来愈活，不怕路。